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有没有玩我的唱片啊？谢谢。干嘛？你唱片出多久还？什么时候开演唱会？今天支持？你开演唱会谁听啊？没有，歌迷来了嘛。我们是礼貌上拜会，观众来欣赏我们。我们谢谢他们的支持。一当做你偶像啊！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衣食父母、爸爸妈妈。谢谢。哎，马上今天介绍特别来宾，不让观众失望。室内室外摸。这是双 P 的吗？放屁就放在里面吗？放屁来了！好，你打开一卷来闻。接下来介绍这位是高人一等，高高在上，高不成低不就。啊，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那就是长颈鹿的代表何笃麟。脚也很长，是啊，哎，接下来介绍这位是新加坡的宝贝女郎，哎，最喜欢钓护照的，最希望捡到她的护照的，最希望解开她的眼罩，来欢迎范文霜，1 2 3，加油！你那好像快打旋风啊！你说的那叫什么？他再来，谁喊的矮贵？你把弄给油，你快把油弄给我。没有。谢谢，接下来介绍这位是不沾油的回锅。哎，最喜欢吃回锅肉的。哎，最喜欢卖回锅锅的。哎，我们这个真爱的主唱人，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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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锅子。 哎呦，边喊七福打来了，阿兔群啊，很懂老师啊，好整齐，相当熟的舞步。接下来介绍这位，我家有冷气机，我家有洗碗机，我家有厨师机。我家就是没有洗衣机，还要买什么牌子的呢？那当然买祝英牌洗衣机。好，一起来欢迎祝英。1 2 3，哎呦！ 哎呀，那头发飞起来像洋葱。谢张雨生，接下来要介绍这位，伤心之人必有伤心之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怕之人必有可爱之处。欢迎新加坡人妖，都看得羡慕的一位，羡慕的陈洁仪。1 2 3，
别是养家人家，不是，刚刚是新加坡的海南鸡饭。给阿峰，给阿峰，来，好，上来干小霸 ，good day， good day， 一寸山河，一寸钱，十万青年，十万军，大好河山，陈山河。我看你需要一只导盲犬，是，听说现在减肥成功。我叫伊能静介绍一只狗给你。好，哎，好，接下来介绍这位有王者的风范。如果你听见我的歌，你会怎么样？哦，那就会力拔山河。而且听完之后，保证会红。如果你听见我的歌，你就会喜欢他。哎，来欢迎王力宏。错地方呢，应该到松山精神疗养院。好、oh, ，Thank you， 谢谢谢谢我们辛苦伴奏詹森雄先生所率领的花式大乐队。哇，好来了，好，看到没有？光这些啦啦队气势就吓死人啦、所以我们的那个所有的来宾来到现场啊，一定要好好发挥自己的才艺。Yes， 这天呢、我们特别来宾有一位我们值得要介绍一下，就是从新加坡来的，啊，就是陈洁仪啊，旁边这位啊，两位都是来自新加坡的。说陈洁仪，麻烦你站过来一点，访问这位是，你也是新加坡来的？对对对。好好介绍你的同伴。他是我们新加坡非常出色的演员，对，叫范文芳。嗨，大家好。不好意思，我们的观众不怎么出色。同学们认不认识他？不认识跟认识，到底认不认识？认不认识？这个喊最大声。你为什么认识他？补习班上面有写是吧？不是，他有一个广告有没有？台湾的女孩子都像你那么年那么漂亮吗？那么年轻吗？有没有？有没有？这是你的护照吗？这是你的护照。有没有看过那个广告？有没有？有。同学们没什么印象，不如现场来拍一下。好，演一下正版本。我想请郭子演过舞台剧的，配合伊能静啊，演技派的好不好？来演一遍，让观众回忆一下。蝴蝶君大战米粉草。今天是真是离婚差呀！稍等，慢点。我就是瓜哥，什么叫？我就是樱木花道来了。什么叫野鸡派啊？演技派啦！你们这些外国人，你不仅是导盲犬啊，你还要助听器啊！我看你。好，现在开始，我们有飞机的，我们有飞机场的音乐哈，预备。我们现在是桃园中正机场，各位来宾搭乘新加坡航空公司班机。这是你的护照啊、哦！你捡到我的护照，这不会是你的吧？为什么？因为日期跟出生年月日，你真的要看吗？这真的不像你。这谁啊？因为台湾女孩子都像你这么年轻吗？那可不一定，请你看我的时候眼睛不要往下。来鼓励，哪里年轻啊？鼓励鼓励。怎么还有点复杂啊？这是正常的版本，来，接下来演的是客家版本。哎，那谁会讲客家话？谁会讲嘛？对。哎，还有谁会讲？谁会讲哈巴？哈巴，哈巴。哦，来来来。哎呀。还是不讲，你还新加坡来会讲哈法？你不讲哈法？哈法还有啊？会讲啊？还有讲。戴奈维啊？陈奈维。戴奈维。戴奈维。戴奈维。朱奈维。新加坡。新加坡。我们客家话讲朱奈维就住哪里。他们讲朱奈维住哪里，我们是戴奈维。戴奈维啊。所以我们不同。您是新加坡哪里？新加坡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新加坡，就只有那个地方。我是台湾的台湾。新加坡的苗栗。他住在新加坡的肉骨茶。巴布里。客家版。客家版。哈发。哈发。护照，护照。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捡到护照。是是是是。
不是这样演不下去啊。哎 ，Q 我不想剪不行啊。戏不是这样演的，要剪的。来，啊，他一点都不吸引你。大概休息 Q 我，你这样。哎呦！哎，不怪呀。啊，是小姐。休息。不该。要让负责啊。有没有跌得几重啊？跌得几重？哎，要真去让负责啊？嘿啊。干嘿？嘿。你看你来按跳啥？哎呦，我跳啥？在哪里啊？在新加坡。新加坡什么都抢按跳啥啊？嘿。骗你！骗了！新加坡，我怀疑他会懂客家话。那新加坡的客家话跟台湾的客家话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哈。对，他们可能是某腔用哎，他是 KK 音标，我们是那个万国音标，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那个顺子。好，顺子要跟顺子跟谁？陈洁仪，陈洁仪，陈洁仪，这个道具，道具，复照，复照，好吧？复照。那是什么东西？好，预备 ，camera， 掉什么东西啊？欸、小姐，你那是掉护照，你掉什么？我的爱人，人家掉护照，你掉什么？我要拿这东西掉干嘛？这个比较明显的、啊，不是你不能演这种下流的版。不是，我还没问。看他怎么演。故事是有内容、有对白的，这个深具教育意义。是。先生，你。你拿这两个碗干嘛？你拿的也太大了吧！小姐，请加入。这是你的吗？没有哎，你在哪边捡到？那个才是我。捡到了。哎呦，我不知道，新加坡的女孩子都这么大吗？啊！我问他说：“新加坡的小姐是不是食量都这么大？就败家能哇！你赶快跑！我天哪！我靠！你把我吓死了，害我都不敢演了。重新演好一点。来，朱茵，来，我们演香港，他都还没剪。我们演香港。喂，哎。”就是这是你的那个眼罩吗？我觉得是你好好演的，好好演的，你注意，待会用把你丢在洗衣机里面洗。我们要反过来，现在换伊能静了。你小时候背书包都背一边。来，现在就你捡到他的护照，你捡到我的护照，他到大陆过香港，我是台商，但是我有个手提包借一下，好，预备，这样比较像嘛，预备开始，哎，踢足球啊，先生，你不要走来走去啊，那波浪不像，哎，这是你吗？哎呀，你捡到我的护照了，哎，怎么样？你觉得里面比我帅吗？里面的太帅吗？你是台湾的？哎呀，怎么样？你去大陆找女孩子啊？这些行虫是什么？行虫啊！不关你们的事，不要八卦。行虫，哎呀，行虫！你到大陆赌钱，把虫都赢回来。下面一位，王力宏，王力宏用那个金牌的英文版的，在美国机场，金凯瑞啊，金凯瑞，好不好？来，你捡到他的护照吗？那谁叫护照？那伊能静，伊能静，对，开始。美国洛杉矶机场 ，Los Angeles Airport。Excuse me, miss. I think I dropped something. What's that over there?This can't be yours. Why not? Well, look here. Look what? The birthday.
You're about 12 years old. 12岁 But to me, you're about 50. Oh! Me back. Are all women in Taiwan as young as you? Yes. Look at this. Wow. That was very strong. Yeah. Oh. 十二岁的护照，但是二十年没换过。今天所有的特别来宾，马上进行我们的红白大考验。第一关，英区大考验。第二关，才气大考验。等一下，不要偷听，等一下，千万不要偷听啊！要请听实力。好，注意了啊，好，都带好了，请看。没办法不要怪我喂吵人家你请继续请继续对不起啊不能怪我好没有声音我已经唱了对这首歌没有音的啊时间快到了no sound 你要 no sound 门都关了你还可以讲来来对基本一起表演上满清十大酷刑各位声音呢？怎么能？是什么呀？我只能从这两声尖叫，发现他有智障。没有，我是会不会是热情的沙漠？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什么歌？可能也是菲菲姐的歌。欧阳菲菲的。猜不出来，刚刚表演很精彩。嗯，哇，让我们看的是这一期智慧票价。哇，好像看了一部电影一样。哦，范，哦，范，来来，什么歌也不知道。什么歌也不知道。你刚才怎么那种？哦，您在戏里面经常有这样的表演吗？没有。传神哦。什么歌？雷蒙娜。雷蒙。哦，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前啊之后啊都是翻滚啊前后翻后、然后就很可怜对就花很多的时间不唱歌表演一下表演一下莫娜然后就雷莫娜像参加奥运的游泳项目那个该吃药对不起该吃药是假叫一万那个红色那一包先给他吃红色那包先吃啊没有声音嘛看动作嘛应该是365里路。文章真的是乱做文章啊！365里路，文章我们就忘记他了。是，有这个人吗？有，金钟歌王哎。我想那个很痛苦，这样想到一首歌，就 Genie Quit Living on Dreams。哦，雷蒙娜又来了，那白的给他算了，是两位病一样重。我觉得按照他那个动作，我觉得是
玛丽亚凯莉。Maria Carey。我喜欢这样动。I can't live without you。不用问，不用说，一切尽在不言中。郭子，我们祝福你，希望您早日康复。Pick a voice, pick a voice, pick voice。我们看他的，我们看他前面怎么，对，看他前面怎么表演，我们来看一下来。来。好，果然没有声音，是。好像后面出了一点声音哈，结果最后凶手是他。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对不起大家，这问题出在我这里，不能怪我吧？对，我只是我因为我真的是这个音听不懂，不是听不懂，他唱得很好，但是我只是我只拿了他的重点，就是很用力的，然后就很要上厕所吗？殷明星哼这首歌比哼他自己歌还哼啊！是是，因为经常不是不是，经常练习嘛。我们看，现在没有人买我唱片。没有，我们看解答是什么。好来。好啊，耶！我们的音质大考验告一个段落，马上进行我们的才气大考验。来，请看，要讲话，预备，开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呦，他们到底把樱桃蛋糕捏成了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们互不相让，争得你死我活？500多分，天哪，天哪，天哪，这样也能全倒啊？到底又是什么事情让龙少华痛哭流涕？太太也离开了，然后生意也做失败了，
广告之后欣赏更犀利的红白胜利。是放糖啊盐啊罐子哦糖罐子、来独立这个叫茶壶少了壶嘴跟壶把、这是什么这是车轮这边还有鸡皮疙瘩哎不是来张雨生我、这个是这也是车轮、啊、这大车轮大车轮这压到铁丝网这是旁边的那个边了车轮。我的也是车轮，因为刚才他是给我的时候是这样，他说是这样，扁成这样。哦，车轮会动。车轮，好，车轮。扁车轮。这什么？王力宏。我也以为是车轮胎。这个呢？结果我还是以为是车轮。对，车轮。因为朱茵给我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车的轮胎就对了。轮胎，以车轮呢、所占的。比例最大啊！你敢随便看朱茵？你敢说这是车轮吗？不是，是什么？吃的，又是吃的，是的。你怎么那么贪吃啊？这个油圆，这个是用面粉做的，我们香港叫野塔，油爷是在里面的。上面立什么？这个是红色的，这个红色的我们吃的那个。啥？粉凤沙。哎，不是，乌沙的。切里吉。红色的 cherry 就是樱桃，小樱桃籽，樱桃是 cherry 籽 ，cherry 籽，就里面包椰子，上面小樱桃，这做的非常好啊。那是那个梗，所以呢，这就是樱桃蛋糕，这上面是樱桃，下面是蛋糕，是包形的，应该是圆形的。无助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一看到那个人吵架，都陌生人，然后看不到爸爸，然后那种心情的感觉。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是我们的成长。我们要一起来欢迎龙少华。龙哥，这个龙少华难得来我们节目当中啊，经过了几番波折啊，哎呀，蓬门今始为君开呀、今天终于呢冒着生命的危险，外面呢刮了台风，风雨交加，但是龙少华呢一直都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所以也习惯了啊。我们知道小时候人家都有外号啊，就是小时候你叫什么外号、人家叫我小弟。小弟啊，对对对，一辈子帮人家拧毛巾啊、送卫生纸。我都不敢换，人家叫我曼博。曼博、小时候喜欢跳舞啊。我有一个外号，你叫什么？然后叫我肉咖。肉咖，个子高嘛。小时候就那么高了吗？听说龙少华还有一个外号啊，因为我们戏里面有演到，有访问过，那个绰号蛮难听的，叫做杂种啊，杂贱我。是不是？是安怎那人叫你安呢？杂种啊，囝，安尼哦。干吾呀，同学都这样叫你吗？都这样叫我啊。什么原因呢？常常拢咧羞怕。因为我是养子。养子。你从几岁才知道说我父母亲不是我的父母亲，只是我的养父养？几岁开始？大概我念小学一年级开始。念书嘛。然后这个臭米头尾哦，我去挂囝仔囝吼，听因老爸讲，伊讲隔壁迄个某某人吼。迄、那个囝吼，唔是伊亲生的啦，迄是婆来的。啊，你听到是讲，你莫胡白讲，当然是安尼，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的建设还不够完整，我不敢去问父母亲，也不敢，我唔敢去问我老爸啊。假如讲意思啦，我老爸来讲，是啊，你唔是我生的，怎么？我觉得小时候那个心灵哦，受不了打击。我们有看这段我们拍的童年片呢，是，来，请看。龙少华是个养子。由于养父生意失败，所以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躲债生活，并且经常要帮忙卖东西维持家计。对啊，虽然我只有8岁，可是我爸爸自从生意失败，心情不好，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所以我只好出来赚钱养家了。嘉宾要几句话？嘉宾，嘉宾。
这你刚刚真快了，嘿，刚刚个蔡伟斌啊，阿天过来吃，啊，来，来交警啊，看啦，行，走。叔叔，叔叔，两只四块钱。四块钱？哎，共几啊？一拜托，你去看卖一下吼，阮大阿是这是啥物人？哎，过来，在这里卖东西啊，我们又可以收钱，你还要给我拿钱呐、啊？不管，搞错啊！不管两次是啊，你很啰嗦哎、欸！哇，嘿，杨子，这是我们学校那个低年级的。哎、欸，董事长，我们在这卖吉拉丁。哎呀，卖盖恭维的，你不知道啊，他是杂种哎、欸，杂种哦，哎、欸，杂种。不对啊，你怎么杂种啊？我。哎呦，那么凶啊！我告诉你啊，大家都知道你是杂种。我不是杂种，我不是杂种。而且你妈妈是酒家女，要不然你说你妈妈是谁？我不是杂种，我不是杂种，我不是杂种。哎呦，公仔今天就派呀，你过来。哎，杂种，你怎么样？跟你讲，你出来往后卖冰条，不要跟人家打架。你不是杂种，你有爸爸，我是你爸爸。爸爸是谁？你不要管那么多了，你有爸爸就好了啦。要跟人家打架了，你死了死了你。记得，你家舅舅来等啊。爸爸跟你讲，要当一个小孩，要好好的当一个好孩子。六哥，爸爸，你好久没有带我出来玩了，这边好好玩呢、哦。哎，很好玩。有好多玩具哦。你乖乖去看玩具，去看玩具。哎，对不起，对不起，伯父，您偷偷摸摸的要去哪儿啊？我不懂啊，我想要在等你这样哦，我好心的人我偷偷吃啦。你要把它丢掉啊？这会不会太残忍了一点？我真是无法度啊，我最近哦有够艰苦的，我连我家己都吃袂活啦，我要吃。我想要甲等你吃哦，我好心的人哦，甲带回去吃，对我是袂快活的，总比哦对我安尼，逐天摇摆倒较好啦。阿爸，你要好好保重你家己。阿爸要来做，爸爸要做啊。童年就这样和养父相依为命度过的，不过这也造成了他始终独立坚强的性格。每次看回来第一个功课就是拿卫生纸啊，
这个小时候被养父曾经抛弃过吗？我爸爸那时候，对不起，对不起。差不多，我觉得是什么？因为伊阵啊，某啊，太太也离开了，然后生意也做失败了。那一个男人来讲，到中年过后，事业又无成，那带个小孩，心肝也干嘛空？带这个小孩怎么办呢？而且囡仔要给我成长，然后他这个环境也不好，然后也需要念书，然后谁来养育他？他又没办法。到处人家要债，那带着小孩怎么办？他有那个念头，就是说要出家当和尚。当和尚哎，别出家，别跨婆一起。出家跟哪一边呢？一起，唯一的办法，把我放生。所以说刚才，后来他也有实在不忍心又回来了。对对，他看我在一个人哦，这个小孩这么小，然后心里那种无助那种感觉，就是说，一看到那个人吵架都陌生人，然后看不到爸爸。那种心情感觉，那个演戏就踏入演艺圈，是因为你自己从小对演戏就很有兴趣吗？我听我在我记忆中啊，我养父也告诉我说，有一次差不多我四岁的时候，那时候播电视嘛，然后电视也是播背，还在招考这个童星，然后我养父就带我去报考，我跟他用啊，他有一幕考的那个一幕就是说，当你的妈妈然后坐火车要离开的时候，那你在车站送她的时候，那个手。从高往下滑，眼泪掉下来。哎呀，我那时候就考上了，因为演得那么好，真的奇怪。演的因为本身一部戏情况不一样，身历其境。想到他真的没有妈妈，就开始又想到被抛弃过，那马上就可以哭。所以他这个进入演艺圈呢，当然不是一进入就很顺利。对对，我们也拍一段影片，我们来看一下。来，请看。刘少华在17岁的时候由陈松勇带入了演艺界，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但是因为挥霍过度，所以经济的情况便陷入了困境。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免客气免客气啊，这顿吃好饱呢啊，是吧是吧，谢谢，花了10000多块，真的不好意思，10000多块，我龙少华呢，我电影明星呢。这算小钱呐、啊，你们工作人员比较辛苦，难得请你们吃饭，下次有机会再带你们吃更好吃的。好，谢谢，谢谢，谢谢。洗干抹擦，哈他等你捆。好，谢谢龙明天上早班，拜拜，拜拜。龙大哥啊，我看这头发虽然我请好了啦，每次碰到都让你请客，而且你好像从上次接了八点档以后，很久没接戏了。我想你经济情况也不太好，这次算我请好了。这什么话？什么话？我龙少华啊，怎么可以接受女孩子的钱呢？我是算男主角、电影明星呢。对不对？我算假嗨牌，这点小钱我还付得起，10000多块在我来讲算什么吗？戏有的在接嘛，是不是？你不要拿钱来侮辱我，咱们是好朋友，何必拿钱来这样难看嘛？都让你请，那应该的，你是女生，我是男生嘛，啊？好，那我先回家了。不早了，不早，回去睡觉。好，拜拜。好，再见。哎，龙少华，你上厕所脱西装干什么？我是爱面子。其实啊，我虽然在外面很海派，可是我没有钱租房子啊。我每天拿、到公共厕所来洗澡。哎，这你都不知道。天哪，你的衬衫里破了大洞。这有什么关系嘛？西装穿起来看不出来，这是大惊小怪。啊，连领带也是纸做的。哎，便宜啊。每天可以换不同的颜色啊！当演员嘛，讲究的是门面嘛，真是的。哎呦哎呦，这一只金表那贵了，你不是很穷吗？哎呀，我所有的家当就买这只金表了，出去谈事情借钱也方便嘛。你这不懂事，哪有现在演员都是讲究门面的嘛？哪有几个是讲实力的？妈妈，他刚不是说你喝多了要来上厕所，你
门面的，啊，我怕弄皱了，所以我把这个拖起来吊着，也怕被这个我自己的小便喷到啊。没事进来干什么？你不是回家了吗？那你说皮包要放在我这边呢，我刚忘了拿还给你，我现在拿还给你了。你明天再给我点，别过来，别过来，男女授受不亲，你不放到洗脸台就好。放洗脸台。好，你赶快回去了。没事，没事。还好我反应快啊，不然就穿帮了。切，该我洗澡了。真歹势哦，最近哦手头有较闲啦，摕一寡钱哦，大家兄弟哦轻松点啦。哎，钱啦，钱啦，啊钱啦！你们是抢劫啊！咱是笑亏啊！啊，不过跟你借钱哦，啊，我算你是无爱还我。哎，啊，好啦，机会卖给讲较济啦，你若钱唔摕出来，咱整好啦。啊，卖到白包。表达我拿钱给你们，你们来来来来。来来，借点钱啊！要导火！哦，来！啊！哎，钱起来就莫甲潘总经，你敢硬头啊？连伊请人出去报警查，咱连连走时间都袂赴，啊！你即摆甲讲我昏去哦，连伊起来伊都袂记啊！哎呦呦呦！好，钱摕来，走来走来，等等。来，是什么事啊？啊！啊！被揍了！哎，你要呢？只有敢看麦。今天你要我抓家，行了，你要，你要火腿啊，什么人？出来！我做错代志，我哪知还无叫抓着哦，吼，咱就变大海啦。既然叫你抓着，算你歹运哦。阿你哦，一声哦，我帮你算。什么代志？是什么代志？我是借的钱。我没有，我真笨死。我没两年了。我的天我扣你这背包，背包啊！啊，内底够有钱，啊，再破洞啊，哪里？哦，这什么？你看有啊？我看有啊！没有，没有，我看这车没有，看无啦，不知咱是啥物人啦。哦，我代志来走，今仔日哦，派人活捕啦。是啊，天公请派人，我来来转来转。我来来来，我来来来，没有，够钱，够来去啦。我开病了，你给我亲那个，哎呦，小军啊，小军，哎，你醒醒啊，小军，哎，那边红光光的，哎呦，也好羞哦，用这大机甲牵咯，我直接就上无嘛，现一礼拜，啊，去报警去，警察，啊，小军来，警察来，我朋友黄光光的，是你哈，我无啊，色狼，那个厕所之狼就是你。我们已经注意你很久了，我没啦，这是我朋友呢，衣服都脱光了，还把这女孩子拖进来厕所啊，敲晕，你要干什么？我这不是我讲的呀，你是在歹徒啊！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就在我们赵华过的罗一餐没一餐的生活，可是他依然执着在演艺圈发展，也因此才有了今天的龙少华。夸张一点，但是我们这个因为融合一点趣味故事，不过他在厕所洗澡是真的事情，是在我们华氏厕所，对，就是前面那个厕所嘛，对，那是什么情形？能讲一下？那个时候因为接戏接戏有一档没一档，一年搞不好就是接了一档，有时候演一档收视率不好就休息了，休息很久，哎，就那
价钱也不是很高，嗯，哦，一档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1000多块、2000多块这样子。那你没有去接其他的工作？接不到，没有人打电话给你，就接不到。我对那种场所根本都不懂啊，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突然这样进去，那当然会想一些有的没有啦、啊。那可是为了小孩子没有办法、啊。这个差不多3年前了、嗯、三年前那个时候也不怎么什么原因呢，不怎么理想、啊嗯、那个时候生活不是很富裕嘛、嗯、收支还是不能平衡、嗯、那个时候我想说，哎，干脆这个演艺圈你传不出一个名目来，那我干脆做生意好了。那做生意刚好有个朋友，他想说，哎，有一家这个酒店没一般，那我自认为我的外交还不错，可以活喝酒喝那些高阶人员就快啊，最后黑了黑了，我想讲好啊，我开酒店嘛没卖，阿拉去标回啊，我哦对一顿回啊，阿拉去标来开做自己，刚开始我就顶店，做到最后生意还不错，生意不错，我那个朋友就跳出去自己开，我就哎那怎么办，没股东，那我就自己经营独租的，对，哎我想讲啊 Andy 还没出名哈，那我想啊干脆做生意算了。那在这个期间呢，刚好这个林福鼎林导演就找我去拍一部叫《厦门新娘》。厦门新娘，哎，拍个《厦门新娘》，那要去这个大陆拍，差不多1个多月、2个月。那我想说，电影放了，那好吧，那我这《厦门新娘》，因为林福鼎在叫嘛，我说去了。那这个电影，每个也在亏啊，把人的狗，丢，要叹气。这种干哦，回来的时候，店面拢就要回去。嗯，哎，为了讲人家讲好一个 BBQ， 听我签签，笑到差不多只能八万。都呆账了，嘿嘿嘿，酒店就怕这样。我那个时候支票也乱开，因为我找这个朋友这样乱开，回来我想不对，就把这个酒店收掉。那个时候负债也好几百万掉。这段过程我们也拍了，他怎么样负债，怎么样跟女朋友分手，然后又回去找他老婆，很辛苦。来看一下。龙少华在大陆拍完《厦门新娘》回到台湾之后，发现他所经营的酒店已经是面目全非。再喝嘛，再抽嘛，多喝点啊！死要面子，当初不是跟你讲过了吗？非要帮朋友的忙，钱也借给人家了，支票也给人家乱开。好了，现在两三百万债务怎么办？你不要烦我好不好？我心里已经够烦了，唠叨什么东西啊？真是！哎，我不烦呐、啊。你一个堂堂大男人，在我家里吃我的、睡我的、喝我的。什么叫睡你的？讲话客气一点。咱们是一人住一样东西，心甘情愿的。哎，我说你睡我的床啊，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我又不是你老婆，你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的，你说你要回去跟老婆谈分手的。哎，怎么样？现在也不提了。一个男人要有担当，要有责任感。你骂得对，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我今天终于想通了。你真的想通了？你要回去跟老婆跟小孩谈分开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想通了，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我老婆小孩这么多年，我见不到3次面，我太不负责任了。你骂得对，我是个不负责任男人。从今天开始我们分手，我找我老婆小孩。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回来。你回来啊你！来，哎，小弟，我们来这消费饮烧酒，我都无坐较过来哈，我看你来要从啥啦？坐较过来啊！哎呀，哎，阿贤话啦，坐较过来，你要坐遐啦？刚刚你螃蟹要来拖到骨开过啊？啊，今天这里刷搞啦，坐遮啦，是唔捌坐过台呢啊？哎，来来来来，饮一下，我跟你讲哦，来这就是饮酒，还佮有气氛，对不对？哦，你生得够水哦。哦，来，饮一下。不行啊，我赢了呐。啊，是安怎啦？我有老公啊。嗯，哎，骗笑哎，今天来这上班，
拢讲啥物有老公有男朋友，咧骗人个啦。是啊，空金要包银的你啊。是。当个真正啦，我老公吼，他叫做龙少华。什么华？龙少华？你是讲个演演电影迄个哦，走路迄个哦？啊！哎呀，有够啦，无诶，我甲你讲。今仔日来遮就是要气氛，所有吼迄无愉快代志拢甲我放好袂记诶。来，饮一个，无就斟一个啊！爽，来！我袂晓啉烧酒啦，真正啦。我头一天上班，我实在袂晓啉诶啦。好，你嘛拜托诶。费费哦，今仔袂懵你啦，袂卡你啦，也无做外场啦，啊个袂晓啉酒啦。啊，你这咧上啥物班诶啊？是啊，啊袂爽袂爽，无咱大家来走啊，无咱大家来走啊。来，快点啊！我既然若要人情哦，做一个较有诶，一罐菜罐的啉落，这拢你的。嗯，啉啊，啉落啊，啉袂欠钱。你真正要给我用一下？你做你啉，你是当作我欠钱欠假的哦。多谢。啉落，菜罐的哦，几罐的？好。你到哪里？今仔日若叫恁在遮尔，安尼我爽。行，酒给你啊。你快，咱换目镜啦。我目镜，我目镜。我拢无摕你啦，吼，真可怜啊！阿妹，你莫紧。小珍，小珍，少华，真的是你？你怎么会来这里？怎么找到我们的？我到处打听你们母子的下落，有人跟我说你在酒店上班，我还不相信。没想到真的是你，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上班呢？你怪我来这边上班，你有没有想到过你跑路的时候我们母子怎么生活？你有没有想到我孩子怎么想？我一个女人我怎么带小孩？不要哭了。都是我不对，我没出息。小子，我想通了，这几年来我都对不起你们母子，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振作起来，我多接几部连续剧，我慢慢把债务还光。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上班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们母子。小子，我们从头开始好吗？小子，少华，小子，少华。后来龙少华在坦然面对现实之后，连续接演了台湾水浒传、台湾演义、今夜做梦也会笑等电视连续剧，成为最受欢迎的演技派巨星。有时候观众会觉得说我们演是不是太残忍一点，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其实我在这里应该要向我老婆说声对不起，这样以后我还是会补偿她的。在这段期间呢，我一直认为一个男人哦，不管他事业低潮也好，怎么样，觉得不能，我那个时候感觉是说，一个女孩子能够死心塌地，然后帮你无悔，无悔无悔帮你生小孩，然后把他带在身边，然后那个时候生孩子之前，我们都还没有结婚，没有什么名分，他能够宁愿这样牺牲，然后在你落魄的时候，孩子是等着，孩子真的是很伟大。就我那个时候一念之差，我就想清楚，我说哇，我应该回来好好的爱护我的老婆跟我的孩子。然后在我最得意最风光的时候，我就给他办一个婚礼，这样。
还算不错，这男孩子，对不对？还是很有那个心。我们也看他老婆怎么说。我们来，我对那种场所根本都不懂啊，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突然就这样进去，然后当然会想一些有的没有啦。那可是为了小孩子没有办法啊，因为毕竟我家里我。像我爸爸自己他们状况也不是很好，那时候花钱也是花得很凶啊，小孩子正在成长嘛，奶粉钱啊，尿布钱啊，然后还有一些家里啊，我们等于我一个人要养小孩子妈妈这样子啊。我那时候为了就养小孩嘛，所以那时候龙少华就可能是这股力量也刺激了他后面上进的心情啊。不过那个都是苦尽甘来啦，啊，现在又添了一个女儿，一子一女嘛。对对对，这个好像前两天嘛。对对对，前两天剖腹生产。剖腹生产，哇，几磅啊？3100多，很健康的。现在你看他更加充实，他还努力，终于有目标了。除了老婆，你看两个小孩，要更加努力。我们也到医院去拍啊，剖腹生产。来，我们看这段来。嘴巴又大嘞，啊！哎，嘴巴怎么那么大呢？像不像我？出来上都不用打屁股了，自己哭了。天哪，好可爱呀！出来就自己哭了。怎么讲？哎，他眼睛很快就张开了。哎呀，对呀，他刚刚都不闭了。他说他眼睛好快就张了。我告诉你，他绝对像你。是吗？绝对像你。看一下，哎，你看，他的轮廓就像我了哈，啊，从鼻子下方的头发都好多啊，哎呀，打哈欠了，父亲节又要到了，8月8号了，是，我们三个都是做人家父亲的人啊，今天龙少华来我们节目当中，大家了解他的成长的过程，奋斗的过程。啊，这个以及他的感情世界，一直到现在呢，苦尽甘来了。是，能不能为我们节目当中最后下一个注解？最后一个注解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到现在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给我们年轻朋友和家庭观众朋友一点启示？好，我到现在一直哈，我在鼓励我自己。我有句话就是说，狼哈，活到老学到老。嗯，不管这个你的成就高低了，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零开始。谢谢我们龙少华，谢谢我的成长，龙哥，谢谢，兄弟，兄弟。啊，有了！哦，500多分。奥运是运动选手的最高荣耀，经过4年的沉潜、磨练、忍耐、坚持，终于在奥运场上把生命中的希望火花爆发出来。96年亚特兰大奥运即将落幕，但是我们却要宣告脸部奥运元年正式开始。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特别企划的96脸部奥运会到底有哪些内容。哎呦，咬着自己的 CD 当铁饼啊！还有枪管朝着自己的射击大赛，更炫的是用嘴巴打保龄球。现在我们就将镜头转到我们的96脸部奥运会的现场。Thank you， 红白胜利。现在记者的位置是在亚特兰大奥运的现场，是顶着38度的高温为大家转播这次亚特兰大的奥运会。哎，不知道我们的选手的成绩如何？我们选手呢，为了国家顶着这个中暑，冒着风雨啊，不是冒着个大太阳，顶着下冰雹下雪，依然这么卖力为国家。我们在此要祝福他，助他们一臂之力。是，不管成绩好坏，尽努力，再接再厉。哎，我们热烈掌声来给我们的奥运选手加油。
上要介绍这个的巨星，来，这是我们新加坡南洋的代表队，是巫启贤。谢谢，我们是运动会，不是表演铁头功啊。铁头功啊，吴启贤已经一年的时间没看到他，是听他说在最近大陆东南亚地方啊，到处巡回演唱，啊，也捞饱了，哎，也流浪够了，哎，逃税也逃疯了啊。今天来参加我们脸部奥运会，奥运会，这是今天代表新加坡这个国家，哎，接下来介绍中华民国的代表伍思凯。哎呦！哦，哟哟哟哟哟！哎呦哎呦！好，这个脸部奥运会呢，待会呢，各位把头呢放在这里面啊，是要把头拿下来啊，钻进去，来钻进去呢。我们当然呢要先做脸部的运动，请进去啊，把头伸进去，来请君入瓮。哎，现在选手要就位了，但是不是那么容易，进场要有进场的音乐，一般头要伸出来，听到打雷的声音，来打雷，哦，来。头伸出来，好，请伸头，哎，不会啊，奇怪，为什么打雷？不会，我问太慢了。为什么这么听话？他说打雷头就伸了，你就伸出来。现在是脸部运动，脸部运动呢，我们有一个音乐啊，请顺子先示范，各位看到，来，顺子脸，窝拉一下，暖身一下，预备，音乐，谢谢，来。比较像乌龟，右脚龟壳花，像鳖有没有？来来来，该你了。One, two, three, four。中空啊，不错不错，你就中空你这个样子。来，该你们两个了啊，来，自由发挥，自由发挥啊。你先来吧，伍思凯。伍思凯先来。One, two, three, four。偶像活生生这样唱片就不用卖了，来，吴启贤，表示他敬业了。您不是靠脸部卖唱片的，不是。来 ，one two three four， 好像那个电影狮子出来了嘛？啊，片头啊，让大家暖身一下。铅球的规则，各位咬住这个 CD 片，这是你们自己的 CD， 伍思凯你的啊，待会咬住这就铁饼。这是吴启贤的铁饼。铁饼，我想请问。丢太远会犯规啊？没有，超过那个就冠军了，直接冠军了。来，打坏摄影机，再赔你一笔。伍思凯先来吧。来来来，开始，伍思凯，没有手啊？没有。哎，来，加油，加油，加油！准备动作了。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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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7.5，7.5左右，7.5左右。好，伍思凯啊，加油！来，吴奇加油，吴奇加油！只要超过8就赢他了。你都没有，可以可以，为什么？可以，他先丢，你先丢嘛，没关系。丢了。好，现在的是我们新加坡选手准备丢。对，新加坡代表队最后一次了。哎呀，好。伍思凯，看能不能破自己纪录，来，来。现在我们中华民国代表队的选手伍思凯，好，最远是7.5，恭喜中华民国代表队伍思凯获胜。获胜。现在进行的是我们世界级的保龄球比赛。现在赛的位置呢是亚特兰大红来保龄球馆。是的，现在呢两位选手已经就位了。现在由中华民国的代表跟新加坡的代表进行保龄球赛的决赛。那我们的规则是怎么样？有两个球啊，如果能全倒还有机会，那个球就免费送你了。是，所以两位不要以为这个好像是个这种决赛没有什么意思。谁获胜的话，先播谁的歌啊，只是非常。喂，拆台子啊你！哇，还给你。好，现在呢，马上比赛开始，各位看到球，我们先由新加坡选手开始，用舌头比较准，用下巴是比较力量大一点，哎，能够全倒的话呢，就计分啊。这个今天有来自圣淘沙的这些加油的队伍，好，来，吴启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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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推出去了，推出去了，推出去了，哇，滴水都一样，第一个球下钩，等一下没关系，来。
接下来是由中华民国的伍思凯击球。对，伍思凯，加油！伍思凯，加油！伍思凯，加油！这是一个慢速球，啊，有机会，有机会。哎呀，不要怕啊，才倒一次而已。一比零，一比零领先。你看伍思凯，伍思凯，新加坡的伍思凯。伍思凯，第二球准备。伍思凯。五十盖，五十盖，五十盖！我叫错，叫错！快点，快点！所以我们中华民国一定获胜。你这个刘启贤的，我六岁赢嘛，加油！快发球，快点！吴启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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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启贤！这个球打得不错。先打六个，打六个，机会就先打六个。现在是六比一，六比一啊！我们现在中华民国代表在击入第二球。吴思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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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思凯！现在我们中华队准备击出第二个球，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全倒。这种力量是，完了完了完了！耶！记者把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回国内啊，我们的选手在这个晋级赛已经被淘汰了。淘汰了啊！六比一，不过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哎，没关系啊。还要想击一球，好，我们现在看新加坡，看有没有办法弄全倒。来，最后一球来，吴启贤，吴启贤，吴启贤，哎，不错不错不错，啊啊啊！哎呀，一个都没倒，一个都没倒，还有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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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伍思凯来，第三个球快。不错不错。中华民国是反败为胜，哎呀，捷报捷报捷报，哎呀，九比四，九比六，九比六。现在我们新加坡代表准备要吞这个，准备把这个胶带吞下去。好，其实呢，其实这个有诀窍的啊。我们想请这个我们顺子来示范，用舌头比较，舌头比较准啊。好，来，兄弟。转播另外两个国家的比赛，要介绍的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右边，右边。这是我们这个来自韩国的代表康昌顺啊，康昌顺啊，这舌头非常厉害。另外是罗马尼亚代表罗格雷多董，董啊。好，现在我们请这个康昌顺准备再为韩国队推出第一球，来，预备，用舌头，用力。韩国队居然爆零分。不要吞掉了。漂亮！耶！现在这是罗马尼亚八比一，看那个韩昌顺。下一段阶段的比赛，射击比赛。射击的现场是基于奥运的运动精神。虽然知道伍思凯已经代表中华民国笃定拿到金牌了，是的，但是我们运动精神还是继续要下去，坚持到底。中华民国代表队希望能直落山击败新加坡的代表。是，好，那现在这是什么枪？怎么会朝自己呢？射自己，这叫打靶，分数在自己的头上，就瞄准自己的头打啊，用吹的。来，我们先请新加坡的选手开始好了。啊，那这个是比几球呢？三球啊，三球。吴启贤。吴启贤，吴启贤，好，没有了。来，我看几分，绿色的，绿色几分？四十分。现在新加坡代表四十分，四十分，没关系，掉下没关系，四十分。来，吴思凯，吴思凯，来，也是四十分。好，现在四十分对四十比四十，四十比四十。好，现在新加坡队。四十分，有八十的，他有八十的，八十分了。来，伍思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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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吞下去了，吞下去了，快急救，急救！你把石头吞掉了，在哪里啊？用力吹一下，来来来，掉出来了。好，掉出来了。没有，在这边。没有，那是你的，没有那个石头，我知道。四十分的。来，预备，
各位，一下射两个100分，一次，好，一个旧的，没关系，那还是100分嘛。啊，来，吴启贤，哎呦，我去了，满分，满分，哇，两颗都100分的，两个100的，280分，也是两个，那我一次6颗好吧？3颗，我是怕你脸打肿。你还只中一颗，你看啊，有什么用啊？没有啊，没有了，割出来一颗飞掉，一颗飞掉了。我在哪？来，哎，看我的连环炮。好，连环炮。好好好。500多分，太厉害！真好准啊，都100分，4个起啊，100分啊。这样子，看我的，看我的。现在50块来了，50块，最后一次机会了。获胜！这是我们亚特兰大转播就到此告一个段落。是的，两国的选手现在判定中华民国获胜。那我们接下来我们颁他的歌曲，歌名叫《你爱谁》。你爱谁？啊，吴启贤，带我。阿坤叫的博啊？不，吴启，吴明在榜，吴明在榜啊。那我们就是欣赏吴思凯的歌。